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师兄中的频道，我们玩回灌篮高手。今次我会介绍一只角色啦，这只角色就是叫做长谷川一志，而这只角色也是由我开服呢到现在一直都用紧它的，也都想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这只角色的心得。而这条影片会分了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会讲一讲天赋，第二个部分讲一下潜能，第三部分就会讲一讲这只角色的定位和实战分享。好，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开始。技能我就不多讲了，因为之前有条片都介绍过这只角色有什么技能。最重要是跟大家讲一个天赋的问题。天赋方面呢，不知道大家对这只角色除了他的盖帽能力高之外还有什么的印象呢？其实我对于这只角色的看法就是，除了有这招闪电左攻和排球大窝之外，其实这只角色呢有两招技能我觉得大家一直都很值得去升的。第一招就是后传后切和闪电跳投，会将所有的资源首先会放落去闪电左攻度，因为闪电左攻是可以令到你的左攻范围、左攻的高度和盖回地下的几率会提升。所以我是会将这只角色的盖帽技能首先优先升满去，和招大技，大技也可以提升我们能量值的速度和左攻范围，所以变到这只角色它的左攻的距离其实是超级之远的，就算不在这个弧线的地方，其实大家也可以作出一个左攻。除了主要升这两招技能，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升一升这招闪电跳投。闪电跳投是一个、得分的技能，而这只角色除了可以玩左攻之外，也都会有一些中投，中投就是例如破闪电、超高闪电。所以这只角色的定位呢，如果见到我们的三井和木木被人家抹得太紧的时候，也都可以帮他分担一下、得分这个角色。而加速闪电我都会升完，这三招呢个分别就在于加速的状态，一传波给我的时候就可以即刻使用这个加速的闪电，就简称快速投篮。如果我们没有升到呢，他个人是会企了在这里的，会有少少延迟在里面，所以如果企了在这里很容易是被人家、左攻得到。而这招技能是有个灵活性在这里，而这招超高闪电是提升回我们的命中率，令到人家很难盖帽，所以这两招呢定会升埋去的。突破闪电也都会升，但是我的用途比较少，因为你用完突破再用这个突破闪电呢，其实都很容易被人家左攻得到的。另外啦，如果大家也都被人抹得很紧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升埋这个接传后切，有些类似三井的后切步后仰，但是这个是属于中投版，接波之后就会向后跳一段距离，然后作出投篮，咁令到对方呢无法干扰到你嘅投篮。而呢招亦都系一个几好拉对方距离嘅投篮技嚟嘅。咁最后一定要升埋呢招啦，就系、跑步后切。当我哋跑紧嘅时候呢，就可以照用呢个后切投篮。咁我哋可以揿一揿个训练俾大家望一望先，呢几招个分别在于喺边度呢？啱啱讲到一啲灵活性嘅，例如后切步系点样做呢？如果我冇升招技呢，如果大家传波嘅时候你见到我系要企定定喺一个位先会向后褪嘅。大家见唔见到？其实我哋跑紧步嘅状态下就可以举手叫队友传波。而加速追击我觉得大家亦都唔使太刻意去升，除非大家係想经常抢一抢呢个地板球啦，咁就可以升一升呢个加速时间。而左攻范围呢就可以升埋嘅，咁如果我哋加速緊嘅时间呢，亦都有利我哋左攻跳起可以左攻到更远嘅球。而封锁呢比较少用嘅，当人哋传球嘅时候就会进行拦截。我最多都是会升这个投篮封锁，主要降低返人哋个投篮命中率。但如果你做得盖帽呢，其实就已经冇你咁嘅需要嘅，但係有阵时我盖唔切都会攞嚟去升一升嘅。咁我会升埋呢个高位压制啦，提升返呢个干扰率，左攻范围亦都会升埋嘅。但係暂时都系未有咁多嘅资源。咁我哋讲完天赋再望一望个潜能先。潜能我主要推荐大家就用这一组的加中投弹跳，弹跳是帮助到我们左攻的高度，
中投加左攻，原理都是提升翻左攻的数值。而干扰加弹跳是想令到对方佢嘅投篮命中率降低，而弹跳亦都是同一个原理。咁所以我就会用呢三套嘅潜能去提升翻我左攻嘅能力。而去到最尾我就会有几个特质啦，特质就会建议用呢个投篮封锁啦。咁另外一个我仲未有钱买嘅就系呢一个空中战斗，提升翻左攻范围，特别系对付呢个灌篮。而我自己优先升咗呢个投篮嘅范围先，因为现时投篮角色比较多，例如木木啊或者三井等等。好，接住落嚟一条实战影片教学啊，系俾大家有翻个方向，知道呢只角色点用。我首先今场第一场就系打木木同埋樱木花道，再加赤木。主要我哋篮下位置啦，可以完全交晒俾赤木噶啦。我哋嘅角色主要帮手去分担一下木木嘅得分能力啦，同埋帮木木 mark 翻对方嘅木木，咁我哋就胜率好高啦。因为对方佢嘅得分角色咧唔多啊，因为樱木花道同赤木就唔系一个得分角色嚟啦。睇下我哋已经助攻到木木咧，大大影响咗佢投篮嘅信心。而樱木花道尝试用呢个树纹上篮啊，亦都唔成功，因为佢个动作真系太慢。咁因为呢只长谷川咧，其实冇挡格技能嘅，所以就有少少输蚀嘅，帮唔到我哋队友手。
咁如果大家对呢只角色咧有其他意见嘅，欢迎喺下面地方留言啊，或者交流一下唔同嘅心得。咁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拜拜。